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庙里拜拜。我们呢时常呢会去庙里拜拜。那在庙里拜拜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庙里面呢它是不是真的有灵，或者是它是有鬼在里面的。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我们在拜拜的时候要有一些保护自己的动作。什么保护自己？我们在拿香的时候右手拿香。右手拿香，左手护在前。左手护在前。我们拿香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是右手拿香，不是人家讲的左手。右手拿香，左手护在前去拜，然后你再跨进去这个庙里面的时候，用右脚跨，好，各位右脚跨，因为右边呢保护自己很快，你的心脏在这里嘛，你这样子一压就可以保护，你的左手要压去心脏，你还要向后拉，而且还要斜后，那右手很简单，就直接捂上去，所以右手它具有保护性，也具有攻击性。那左手呢护在前面。去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我们的那一个右边，因为右边是比较有力量的，一般人啊，他是比较有力量的，所以呢这个叫做龙包虎，这个叫龙包虎，一种保护的作用，在拜拜的时候大家就是用这样子可以保护你。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